继续带乡亲来去秀水乡宝仑村欣赏原本是一大片白色色的阿摩托壁面，采花纤维参与农村景观风景。三面的壁道顶端哦，按这个太阳花缠到农村水田，就敢那是走入去世外桃源同款，好多国民众拢惊愕了。今日在宝仑巷弄内面出现一座太阳花海，国王边啊看过去是宝仑社区活动中心以及中村亭，往另外一个方向看过去有秀水青龙岩甲协湾洞金狮顶。哦，青龙岩的那个一个象征吼，就是咱青龙岩是福安甲宝仑一个宗教的信仰中心吼，啊，马上地方的庙啦，啊，所以讲我把这个地方吼弄一个文这个地方文化的资产最一面，啊，我那边是那个是。我们的地方环境的生态，啊，我们那边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文化生态，这样哦，分三个主题这样。原本光夜夜的阿摩托壁面，伫咧村长林金山甲社区公所的经费甲造总之下，请着师傅来彩绘村内壁道，和一挂自然风光甲人文风情，会当出现伫咧巷弄内面。那个村里办公室的经费，所以说我们跟理事长跟村长哦商讨结果，说我们把那个。村里办公室这个经费，用来这边做一个文化的资产那个展现了哈，啊，这是我们分三个大的区域，就一个是地方的文化，一个是啊地方的资产，还有一个我们社区的文化，所以说分三个大地区这样。普通的阿摩托壁面，有新一边成为山水风景。可以当看到农民伫咧饱满的农田啊，腰抱鱼啊，挂稻啊，经过的民众拢真娱乐。哦，这标志是空起来，啊，白白无看，啊，尾啊去甲乡咱公所请经费哦，请来做彩绘做个才水个，啊水做落去，像讲毛人来参访，啊了后佫隔壁嘛讲要做，啊要做都嘛是爱个公所请经费才有通做啊，啊做落去，但为了社区安在在里面，我才会水。社区甲村长善用当地资源，营销宝仑村特色。准备要让更加侪人知影秀水宝仑的人文风情。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